先跟裸背女只是朋友。还有这没的招牌动作也太厉害，殊不知搭上的绯闻更厉害。他竟然就是上个月跟吴宗宪有段抓奸情缘的那位裸背妹。没有啊，就是一起出去那个谈一些他的私人一些生意的东西。对啊。你怎么认识前个上情人节目啊？26岁，从 UCSD 毕业的 Emily 是美国华侨。她出道2年，曾上过《康熙》《曾一玩很大》等节目，接着就被拍到这种类似约会的画面。不会啊，都是对啊，大家反正就是朋友啊。嗯，他是一个非常照顾新人的大哥。其实我今天撇除，如果他今天是单身，会不会的话，我会喜欢。这个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他了。嗯，宪哥的女儿 Sandy 呢，则对老爸天妹有番见解。好啦，有一阵子没新闻了，给他一根棒。请你稍微放尊重一点。如果他喜欢宪哥怎么办？他 OK 啊，但是我可能会跟他促膝长谈，说 Emily， 年轻女孩子眼光要好。娱乐动新闻，这样吐槽你老爸，像话吗？巴倒。